查查有 face。咁又嗱，其實我本身去到2004年嗰陣時，咁2000年到2004年都係跑步嘅，係。咁我自己都好中意跑啦，咁亦都跑到啲成績嘅。即係馬拉松都跑到2小時38分啦。我將個目標係放喺競賽嗰方面咯。咁啊，一路賽到2004年最快嗰陣時做咗之後。其實諗住曾經想做全職運動員，即係哇好犀利，可以，即係呢個其中一個夢想咯。之前我諗過，可以做全職運動員咧，即係看到好高啦。嗰陣時真係，即係大家搏點啊，冇曬所有，即係可以達成嗰種夢想啊。但係咧，好似其實嗰陣時就練一年都冇輸過。哦，係啊，咁變咗自己整。是啦，即不是意外啦，是勞損咯，練得太過激咯，太過衝得太激，咁啊傷咗我哋呢度叫做 ITD 啦，即曾經跌到埋，即好似跌到一次十年，個感覺就可以跌到去好低好低，乜都唔想攤住，去到好彩後咧，去到呢個朋友介紹。咁啊，睇咗醫生，咁啊嗰陣時真係真真正正可以差唔多幫我搞翻掂曬啦。全馬啱啱揸大跑翻3:90，初步啦，好初步，我都會想係跑紐西蘭啊嗰啲。安全呢個嗱，我自己心目中啫，咁有好多人話安全喎，咁但我覺得冇得唔安全咯，喺我心目中。係啊，大陸揾地方住，同埋好多時見到啲人，好驚佢哋唔知用咩心態，陣間轉唔翻嚟啊嗰度。嚇，我唔知啊，我覺得係咁咯，即係富裕係喺心裏，佢哋唔係喺有錢方面，即係香港人揾。幾萬蚊到啦，咁時間係都有時間享受隔幾日。